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口头遗嘱是需要两个见证人以上，而且是在非常危险的条件下才具有法律效力的。您儿子在喝酒的时候跟工友说的话，这个是没有法律效力的。万春梅啊，你这请了律师来，是准备跟我打官司了，对吗？请律师啊，未必要打官司。我呢，代表万女士跟你谈和解，来保证我的当事人他的合法权益。我打断你一下，梁律师，梁老太太现在并没有侵犯你委托人的合法权益。还有，万春梅女士，这个案子我们一直都在非常努力的调解过程当中，有什么你完全可以说出来，我们来帮你调解。你可以不需要一个律师的。帮我？你们都相信我婆婆说的话，她是可怜人，我是坏女人，是我把我老公逼出去打工的。你到处编排，说我迟早会改嫁，孩子都不要了。你们替我说过话吗？凭什么人人都要我让着他？我根本就不服，我早就想找一个律师了，我就谁都不认识，我又怕吃亏上当。我盼呐盼呐，我好不容易把廖律师盼来了，他是唯一替我说话、替我着想的人，我为什么不需要他？要谈和解，一定要在公平公正的这个层面之上。你们老是用什么老年人啊、什么前辈呀、然后逼我的委托人让他做出让步，你们这个不是谈和解，是道德绑架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儿子亲口说的，他要有个好歹，儿媳妇肯定会改嫁，所以让我把钱和孩子都看好了。那万春梅，我就问你了，你能保证你将来不改嫁吗？这钱是我儿子用命换来的，他要分走了钱，拿着钱嫁给别人了，那我儿子死得多冤呐！我就不能说这事儿，我想起来我心里就堵得慌，我就不舒服。他不能这样对我吧？我没有逼他呀，主任。不急不急，咱不急。你看你一急，心脏病要犯了吧？啊，咱不急啊。他一着急啊，就会犯病。你看心脏又不舒服了。王主任，今天梁老太太身体状况不太好啊，让她回去休息吧。我们改天再聊。不是不是，哎，你还真不能走，你得给我做主。你说，他都请律师要到法院跟我打官司了，要不然你们也给我请个律师吧，你得帮帮我。廖律师，帮梁老太太也找个律师啊。梁老太太，到时候你和万春梅对簿公堂的时候，记得带上玲玲，让她参观参观。梁大娘。你放心啊，这个事儿我们一定会跟进的。然后您就好好休息啊，多注意身体啊，随时联系啊。哎，来，先坐。哎呦，别急别急啊，梁律师，我可全依靠您了。这廖律师插手，这案子就更不好办了。哎，头。你本来你不也不想做这案子吗？正好咱们跟志玲姐说一声，就换一个呗。不要换，就这个。把关于这个案子的所有资料拿给我，整理清楚了，我要好好看看。好嘞，马上发到你邮箱。你等会儿，你干嘛？你都买的什么水果？这都催熟的。这怎么就催熟的了？啊，不挺好吗？放下来。你买过水果吗？你会挑吗？啊？不是，就算我妈不能吃，我自己也能吃啊。我
我给你买了一袋，在车上啊，一会儿你记得拿走。不劳您费心了。你妈昨天又给我打电话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她说咱们俩离婚的事儿啊？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妈妈说呢？我妈最近身体不好。嘿，我妈最近身体好吗？你干嘛？哎，演戏呢，没看剧本吗？好，那就陪你。妈。啊。哎。妈。哎。哎。哎呦，回来了啊！哎呀，路上不好走吧？啊。没事没事。哎呦，不是说好等我来再动手的吗？怎么你又扮上了呢？哎。哎呦，我。等会儿啊，我来做，保证做一桌满满的好吃的啊！啊，来了来了，来，嗯，谢谢老婆，应该的。妈啊，委屈我了。哎呀，我来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说好我做啊。哎呀，哎，哎，哎，不是我说，我们家志玲就是体贴。怎么样，紧不紧？还行。还行哈，哎，行吧，好了，那我去了啊。哎，哎呀，去吧去吧，来，哎，哎，妈，哎呀，妈在这儿干嘛？没事没事，妈，好了，妈，你去玩吧，你就交给我了啊。好，你慢着点。哎呀，你看这恒基就像个大孩子。哎呀，是啊，就像个孩子，而且在孩子里都不算懂事的啊，妈。哎，恒基啊，哎哎，哎呦，哎妈，慢点慢点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宝贝儿啊，饺子里头有馅儿，馅儿里头有汤，小心烫着啊。哎呀，你自己吃就行了，妈在这儿呢，能不能收敛点？哎呀，收敛什么呀？嗯，我看这样挺好的。嗯，难得呀，结婚15年了，恒基还这么拿你当宝贝一样宠着。哎呦妈，别说15年了，50年、100年也得这么宠着，是不是啊，宝贝儿？嗯嗯，我够了啊，自己吃。今天叫你们两个回来吃饭啊，是想有个事儿跟你们俩商量一下。妈，你说啊。啊。以前我是怕打扰你们两个人过二人世界，所以我自己单住。但是妈现在岁数大了，有好多事儿啊也需要你们照顾我。我要是搬到你们那儿居住呢，我还可以给你们做做饭呀，洗洗衣服，搞搞卫生什么的。所以我们住到一起，恒基，你看合适吗？太没问题了，妈。哎呦，妈，那个，哎，是这样的啊，你想想看，妈搬过去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经常吃到妈包的饺子了，是不是啊，妈？是，欢迎光临。
发人送黑发人走，我那个小孙子才那么小，他那么小就没爸爸了。你们给我评评理，有这样的儿媳妇对？艾妈，嗯，我买了好几件了，迫不及待要收快递了。要是那个上班的话，有人来送你就给我收了。哦，好。嗯，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我想住院检查一下身体。哪不舒服吗？嗯，没什么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别一惊一乍的，就是住院检查个身体，全面检查一下。好端端的怎么还要住院检查呢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嗯，没有，没事的啊。旺旺你放心啊，妈没事儿。那你怎么好端端要去住院检查呀？你要是不相信，等你妈妈住院检查完了，你自己亲自去医院去报告，成了吧？哎妈，那要不然我陪你去吧，我请几天假呗。哎，不用。哎，那个还有我呢，轮得上你吗？是，对啊，这倒是。哎呀，我们家廖教授在照顾林峰女士这件事情上还是万里挑一的。哎，对廖教授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。有我爸照顾你啊，我也就放心了啊。你呢，在医院好好的做个检查，我呢，下了班就去陪你，然后去看看你。家里面，你就交给我吧。怎么走的，怎么来，保证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、体体面面，迎接你回来。行。嗯，这个晶晶怎么又没回来吃饭？啊，她加班。加班了，就那么个破影楼子，一个月还不知道发几个钱，天天加班。妈，她大了，咱不管她啊。多大她也是个孩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晶晶啊，你要不好好的看着把着方向，她准得摔跟头。想当年，一眼没看好你，你看你长得是什么玩意儿？毕竟毁的是你自己一生。妈，您怎么又说这个？我为什么不说这个？我不说，我怕你记不住教训。还有你哥，说破大天他都不听我的，非得跟那个张文结婚。你看现在怎么样？啊？我跟你说，慧晴，你们家今年结婚呢，你可一定得看准了。我孙子结婚，我也得紧紧的盯着，我可不让他走他爸的老路。妈，您慢慢吃，我吃饱了，我去厨房收拾收拾。你才吃了几口啊你？我吃饱了。来了。来了，哎呦，光光啊，这咱自己家你怎么不带钥匙呀？每回还得我给你开门。习惯了。嗯，光光回来了。哎，奶奶，吃点吧，来。没有，我吃过了。你总是饭点了，你怎么不吃点啊？行，那个你陪奶奶坐着聊会儿天，我去给你洗水果去。啊。没有，就是正好在台里边跟几个同事一起开会，就顺便吃了点。怎么样，奶奶，最近身体还好吧？嗯。好着呢，这个时候敢不好啊？那个女人又去找你了？啊，没有。这不好多天没过来了吗？我就是过来看看你，看看姑姑。嗯。哎，干嘛呢？我都回来了，你别动了。行，我来。
哎，你出去，这儿不用你了。那个，来来来，吃葡萄。这葡萄是我今天在早市买的，又大又甜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姑姑，嗯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个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秘。那个，这个房子最早是谁买的？你爸呀。就凭他当时那点工资，他能买啊？啊，那个张文他们家也出了点儿。啊，那这房子刚买下来之后，你跟奶奶就住进来了？对呀。你爸考学的时候就说了，只要他进了城，在城里站稳脚，就把我和你奶奶接出来。他从上班的第一天开始就攒钱了，就为了能早点买房，把我们接出来一块儿住啊。那刚住进来的时候，你跟奶奶跟他相处的愉快吗？你觉得能相处的好吗？他呀，觉得自己是城里人，确实是有文化有知识。我和你奶奶是乡下来的，跟我们住在一块儿，肯定觉得别扭不舒服。可他有话又不当面说，总是背着我们跟你爸抱怨。他算错账喽！他跟我儿子埋怨我，那有用吗？啊！快过去，过去！我儿子不向着我，能向个外人呐？奶奶，光光，你今天怎么想起来问这些事儿了？没有没有，随便问问。妈啊，这张文要打官司。让光光回来了解一下也是对的，打去呗。我吃苦受累守寡这么些年，好不容易把你爸拉扯上了大学。哦对，还有你姑姑，没有你姑姑啊，你爸这个大学也上不下来。你爸是个有良心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不向着他亲妈和他亲妹妹而去向一个外人呢？你爸考上大学那年，我刚考进县里的初中，你奶奶说让我打些零工去补贴你爸上学的费用，我就辍学打工去了。那一年我正好是14岁。我就跟他说呀，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，要那么高的学问没有用。你哥呢，是一个知书达理、有良心的人。等他学业有成的时候，他不会忘了你。这不是，你爸在城里一买了房，就把我和你姑都接过来了。光光，你说，你爸怎么可能把这个房子留给那个女人？啊？嗯，是。你们对于他的恩情，他这辈子都记得很牢。光光，什么恩不恩的，都是一家人。只不过，我听说张文再婚以后又生了个孩子，要是这个房子被他拿走，他休想！光光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房子是你爸的，也就是你的。只要我老太婆不死，这房子他张文就享。让妈睡这个房间就对了，这个房间晒得到太阳。好了吗？嗯。一二。啊，行。可以。那个，哎呀。哎，后面这个凳不要了吧？这个太长了，妈要万一走路的时候容易蹭到。怎么会呢？我妈也不是看不见这么长个凳子放在这儿。不是这个，这个是整体的设计啊，不能不放。多余。你能说点别的吗？啊？明天妈就住进来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那你就告诉她我去秦宫村考察了，半个月回不来。你觉得这么说行吗？肯定不行啊。那你有更好的说词吗？那过几天我再想想怎么跟他说吧。
干嘛呀？找什么呀？又干嘛去啊？你妈要是进来，这里面一件我的东西都没有，你怎么解释？说的也对啊，那你就把你的衣服、鞋，生活用品、剃须刀啊、牙刷、牙膏都拿过来，我给你摆上。笑什么呀？眼熟吗？嗯，离婚的时候你亲自帮我打包的，我都没有拆开过。那现在麻烦你再原封不动的搬回去啊，放回原来的位置。我公司里还有会，我先走了啊。你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你收拾好了，放在这箱子里啊。离婚不就是气话吗？你真当真呢？谁跟你是气话？真的。哎，你不要，你别，哎哎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错了，你从头到尾就没对过。我，哎，走。秀玲，你秀玲，你干嘛呢？李和杰，你个大混蛋！你说什么？没事没事。我真的要开会啊，打电话跟我说啊。本来就是一团乱麻，现在更乱了。总监，阳光还没来，路上了。几点了呀？这个案子阳光的状态怎么样啊？哦，本来他一开始还挺不情愿的，但没想到廖律师的介入把他彻底给惹毛了，所以现在头跟这案子杠上了。您没看见，昨天我们头差点气爆炸了都。一物降一物啊，看来这是有人挑战他的智商，他不气才怪呢。而且现在这个案子性质也就变了，我觉得我们头啊肯定是为了赌这口气，所以他一定要赢。我觉得他应该再积极一些，投入一些。上面认为好好说话和爱的魔力太同质了，我感觉这领导肯定是会撤一档的，还不知道是哪个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把我们移出黄金档了还不够，还要彻底炒我们鱿鱼啊。东湖接到这个案子呢，是关乎社区和谐的。如果你们做得好，那上面就不会认为你们的节目是另一档爱的魔力。所以说你们必须要干得漂漂亮亮，许胜不许败。嗯。志玲姐，你对我们头真好。嗯，他平时那么不配合，你还这么惯着他。我觉得亲姐弟也就这样。只是说你不太了解他。阳光他是一个好主持人，好好说话这个节目特别适合他，只是现在他没开窍。那您这也是在赌呀？没有把握的等待是赌，有把握的是投资。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人的。哟，牛总监这么关心我啊，这是打算要跟我一起办公了？哎，那倒不至于啊。你呀，少让我操点心就行了。几点了呀？啊，才来。啊，对了，马上跟我去一趟东湖街道，找万春梅聊一聊。我在门口等你。好。我今天根本就没打算来。
哎呀，你说说他要早点用点心在这个案子上，也不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呀。就是。你还就是了，赶紧去吧，头儿都等着你呢。师哥，是你啊，好巧啊！哎呦，你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往后让一下。啊，没事，没事，到。啊，给师哥让路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什么玩意儿？瞧他嘚瑟劲儿。就是。哎，事儿办的怎么样了？办得妥妥的，不过呢，我没跟万川没明说，我是从侧面让他知道了，杨光从小父母就离异了，他是由他奶奶一手带大的。哎，王主任怎么样？我口水都说干了，这个万川梅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跟平时不一样了。我还特地把她婆婆给支走了，我是好话坏话狠话我都说了，她就是不来，她死活不来。她是完全不同意调解吗？她也不是不接受调解，她说的啊，你可别介意。她说了，别人还能接受，就是这个阳光不行。为什么？她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她说了。他不跟你们说，说你们有什么话找他律师说去。这万春梅不愿意跟咱们谈，咱这案子就推不下去。你说这廖旺跟他说什么了？他对咱们这么抵触？小炸药这是憋着要放大招啊！他劝服万春梅只用了半个小时，他连半个小时连谈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啊？廖旺姐，再见，拜拜。廖律师，廖律师，聊聊呗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聊聊关于张文女士的事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是这样子的，我呢想让你帮我安排一下跟张文老师见个面，我听说他就在本市，是吧？事出有变必有妖啊，你这变化也太突然了，你不会藏着什么坏招吧？我真的是想了很久才下定这个决心的，走出这一步我觉得并不容易，我希望你能理解，能帮帮我。当然如果你觉得没必要的话，那就全当我今天没来找过你，好吧？反正我说完了。我倒是觉得你们俩很有必要见一面，好好聊一聊。这样我约个时间，安排一下你们见一面。我希望你的态度不要再变了。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时间地点由我来安排比较好，毕竟我的身份，希望你能理解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有你微信呢，我可以加一下吗？等我把时间地点安排好了以后，第一时间给你发过去，好吗？我来扫您啊。好嘞，头像挺好看的。有些话得说明白了。一码归一码，你妈的事儿是你妈的事儿，万春梅的事儿是万春梅的事儿，
我已经答应过万春梅了，我不会放弃我的委托人，我要为他负责。明白。不用送了。蓝雪老师，您这边好了吗？还没有，我这几天睡得不好，肤质不太好，体重得仔细一点，加点衣。罗秀老师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哈，然后辛苦你们稍微快一点。哎，你这椅子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给你换一把。你等我那边。好点了吗？哎呀，腰……哎，你稍等一下。给您拿了一个靠垫，这样能好点吗？啊，我这也不能总是麻烦你。没有没有，应该的，有事您说话。你们这水也太凉了，怎么喝呀？我马上给你倒个热水。啊，不用了，你帮我买杯咖啡去吧。啊，我们工作室有，我给您倒去。你们工作室的我肯定喝不习惯。我看街口有家商场，要不麻烦您帮我去买一杯去。哦，好，我马上回来，你稍等我一会儿。哎，还有多久？马上马上，稍等一下。两个月前他来咱们这儿拍照，可没这么大谱。他现在可是自媒体大 V， 有千万粉丝。哎，对了，秀哥，这艾姐可说了，对他客气点，他毒舌得很。哎，艾姐怕惹恼他。万一咱们网上乱写，咱们可就麻烦了。既然知道是乱写，你怕什么呀？哎呦，修哥，矮姐都怕他几分，咱们还是别惹他了。还有他矮姐怕的人呢。走啊。嗯，去哪儿啊？东湖街道堵万春梅，我不相信他不出来。不是头儿，你堵上了也没用啊，人一电话把廖旺招来了，你忘了上次周明雅的事儿了？放心，他今天绝对不会出现。为啥？哎，你不要问那么多了，赶紧准备一下。你去万春梅家啊，记得一定要站在她的角度，好好的安抚她。就算她如果说她婆婆的不好，你也得顺着她说。总之，她说什么都对。你不去啊？啊，我马上还有重要的事情。哦，好。现在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儿呢？谢谢，不客气。给你续点水。
谢谢。您这地方可真好。城市里太喧闹了，我年纪大了，喜欢在这种安静的地方待着。有个问题就是，你这儿也离市区不远，这一片也没信号，你这儿有 WiFi 吗？来我这儿的人啊，都是躲清静的，放下手机，安静的喝茶。我主要是怕要来的人找不到地方。不会的，没有手机就不约人等人了，约好的人自然会来的。哎，你说的对。这边好。梁望，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这个地儿挺难找的。是啊，这是您儿子自己选的地方，说这块没什么人。我理解，这儿倒是真的挺隐蔽的啊。是啊，这里啊连个信号都没有，这茶室也连 WiFi 也没有，所以我估计也没什么人来。阿姨啊，他是您儿子，您之前怎么没告诉我呀？刘国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了，我怕这件事情一旦传出去的话，对他影响不太好。是公众人物倒还好，只要他这个人在电视上和生活里还真的是不太一样。啊，对了，今天真是阳光主动提出要见的我吗？对啊，虽然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忽然改变了主意，但我觉得毕竟你们是一家人，坐下来好好聊聊和解最好，闹到法庭上对谁都是一种伤害。其实我也不想闹上法庭，但是他们家那个态度你也看见了，恐怕是很难和解的。等下你就见到他本人了，你们母子俩先好好聊一聊吧。好。春梅啊，你就跟他谈谈吧。啊，我跟你们没什么可谈的，有什么问题找我律师吧。别，大女士，五分钟，你就给我五分钟就行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。那也得等我律师来啊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这廖律师怎么回事？电话也打不通。万春梅呀，你得相信这家电视台的。你说你找那个小小的啊，年轻的小律师，他又没收你的钱，他会诚心帮你吗？万女士，真的，我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有什么委屈，你都可以跟我们讲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而且我们电视台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件的，真的。走走走，咱们进屋聊。我真没什么想说的，主任，我不三说都跟您说过了。哎呀，万女士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而且今天你婆婆不在，你想说什么都可以。你相信电视台，相信电视台，对对，我们会理解你的。哎呦，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来啊？哦，没事儿，再等他一会儿吧。张阿姨啊，当时我拿着遗嘱呢。给阳光的姑姑和奶奶都看过了，但是他们的态度特别强硬。还说你这个遗嘱是伪造的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哎呀，都快过去30年了，这个误会从何说起呢？